国务院院长单霁翔和先。 知道钱了。 Thank you.
到公司对您表示对真挚的敬意。谢谢。张院长，我们知道故宫博物院为这幅画的正式展出已经有了具体安排。是的，国宝回家，全民共赏。在这里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明天也就是大年初一的一早，无论您在写任何地方，都能够通过故宫网站中故宫名画展览部看到清晰的丝路山水地图。太期待了！我提醒大家，登录央视网也能同步观看，大家明天一定要上网浏览，大饱眼福啊！要想看真迹，那咱们就相约故宫，不见不散。壮志西行追古宗，五马游文唐探风。今年丝路从未被黄沙真正掩盖，它的前世和今生如今已经完美的融在了。每当我们看到高铁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，仿佛真的还能听见当年的驼铃之声。它经过你我的家乡，去往遥远的地方。这就是丝路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。接下来，一起欣赏一个舞蹈，《丝路绽放》。年年同学聚会不到今日之长，我都不认识呀，我都不认识，谁找你？我侄儿，我能要那人儿？啊！玩大琴。玩大琴。他混挺好的。他混挺好的。混什么好？不挺好，还开新歌。看就是那谁那个白永胜那个贵。白永胜。白永胜家儿吧？啊？白永胜不是人家在厂子吗？这条他弟弟，他连生，他叫白永胜。啊。白永胜，我人家哪他，他不演得出呢。还有他八代也演他。他是整老爷还是什么爷？我刚是那个家庭，我这边是过滤嘛，那叫大平，这样过滤。都是电话，什么外行外？对，你说。
需要药品。